戏剧之神田都元帅的天德宫广场外，戏班子搭棚架架舞台。不过今天可不是要演戏酬神，而是歌仔戏职人电视剧《勇气家族》出外景啦。故事讲的就是外台戏班一家子的故事。从一开始编剧阶段，陈雅兰就参与，除了难得以小旦扮相出演，还找来另一位师弟庄凯勋演夫妻。更说这老公，他一眼就想中。当初呢，结缘是在金钟奖的舞台上，然后后来又知道他有一些戏曲的底子，所以就力邀。想不到，哎，就是有这个缘分，两个可以共同合作这部戏。看中庄凯勋戏剧科班出身，师承国宝级京剧武生李伯钧，16年底子打得扎实。谈起印象最深刻的戏码，庄凯勋这样说：“我那天才跟关博排完，有一场戏是对打的，然后我就那一天就很开心，对，穿泉州的贵州龙铠呢。啊，一刚演耍我的功，我就语重心长的跟我太太讲说，这真的是我接这个戏，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一场戏。你说家里的太太还是真的这个太太？真的这个太太，您本人，您本人。打打闹闹，看得出两人好交情、好默契。不过这次新戏一改传统歌仔戏给人的印象，加入直播主、网红、新兴职业，甚至大量使用科技虚拟棚，就是要让观众耳目一新。华视新闻冯之谢荣吴全员讨论报道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